突发消息，据法广新闻报道，名为阿特拉斯运动的海外摄影组织在其网页发起调查，欲在本月中进行一次关于在香港问题方面能否套用西藏流亡政府模式。据悉，在此前，有消息证实，中国籍人士在英国伦敦亦组织256名民团组织打击在英香港人，此举是否刺激了在英许多港人？